换咗衫个心情系咪有啲唔同？即系真系 course 咗之后，个人譬如话大胆啲啊，自信啲啊，系嘅，即系真系会唔同咗。系嘅，有自信啲咯，系有自信啲咯，够胆讲嘢啲。啊，卓卓啦，卓卓啦，卓卓就真系一个得唔多出声嘅人啦。咁你 course 咗之后，系咪会有啲真系有啲唔同咗嘅咧？差唔多啦。即系讲说话嘅数量同而家都系差唔多。系啩？我哋要用我哋嘅笑声嚟突嚟摄你哋啲空间啊！佢都系啊，上次听翻上次个头就跌，就冇晒咯。系中间有一段空间嘅。早知道唱咗 call 出嚟。但事实上，你着当你 call 咗之后咧，你有时你唔使讲嘢，即系你做好多嗰啲动作，你系攞到好多 attention 噶嘛，系嘛？咁好啦，又咁讲啊？点解会玩 call 咧？一开始嗱，你就阿茶子就俾阿卓卓坑啊，坑咗。卓卓咧？系啦，点解你会咧？点解会做咧？啊，我啊，初初觉得好似好得意咁样，咦 ，cosplay 好靓喎，咁样，都系靓，跟住就有兴趣咯。系啊，即系你好少见到 cosplay 扮到狰狞恶相嗰啲噶嘛？系，佢哋通常都第一，我谂开波嗰阵时候都系靓咯。咁你我谂佢玩咗一轮之后，就真系会玩啲，即系太狰狞嘅 cosplay 我好少见。啊，我都系，好老实，真系都系要靓，都系要靓，即系最始终都系要靓，都系要表现自己靓嗰一 part 出嚟俾大家睇，同埋要认得自己。嗱，以前嘅 cosplay 咧，即系我觉得好早期嘅 cosplay 咧，系会有人扮黑武士啦、蒙面超人啦，即系呢啲系初期我会见到嘅。但近年开始少啊，因为你扮咗阿黑武士之后，嗰个人哋唔知系你啊，系啊，你又想人哋认得下啊，嗰个系我。甚至化埋个妆都唔系好似自己噶啦，但系你都话到俾人听，嗰个系我自己啊嘛，即系你要俾个头粒遮住咗嗰啲，你又唔当 cosplay 噶啦，系咪？唔系嗰啲有头粒嗰啲都算啦，都算 cosplay， 但系你中唔系好中意做嗰啲噶啦？唔会啊，唔会啊，有冲动想做嘅。例如咧，俾个例啊，伊丽莎白，伊丽莎白系点噶？暗云入面一只吉祥物嘅女士啊，咁嗰个真系吉祥物嚟噶咯，成个粒住咗噶咯，睇唔到系。其实你系可以去间门口卖派嘢噶咯，嗰啲系最悭门嘅，最悭时间嘅方法啊嘛。因为唔使化妆，系啊，唔使化妆啦，即系你成搵咗件衫翻嚟，成个过头粒咗落去，咁你跟住派传单又得。呢头拍完全单，嗰头上翻个台做 cosplay 咁几好啊，系咪？系咁嘅，毕竟好似好多人都睇就化妆好简单嘅事，我系一个十分之新手嘅化妆。唔系化妆一啲都唔简单。系啊，系，即系化妆系好多好高深学问嚟噶嘛。嗯，系啊，所以尽可能都系觉得唔想化妆。但系啲人认唔到你嘅，即系譬如话你影完啲相之后，你摆上 Facebook 嘅你朋友咪影到。你都笠埋个头点认得啫？朋友嘛，即系你话翻俾佢听。我嗰日嗰个系我，嗰日成班人喺度，即系甚至你系攞咗人哋张相，然之后话呢个人我都得嘅，因为冇人认得啊。只要嗰个身形差唔多就得啦，系咪？咁你咪就每日每样嘢多啲人做啦。咁有啲人好鍾意见样，有啲人好鍾意表演。因为其实我觉得呢，曾经开头都冇咁乜嘢。后尾呢，因为有啲 cosplay 呢被人掘咗出嚟呢，真係做咗啲少女嗰啲模特嘅工作。咁我听到呢就开始呢有一啲呢係譬如去动漫节呢，你会见到特别多人嘅。咁有一啲就係、是、有啲係真係想被人掘嘅。系，你哋身边有冇呢啲认知呢度有呢啲人咧？查子有冇？唔知道、啊。唔系，我觉得佢哋细个，佢哋咁细个，佢哋身边冇乜人系去到做到模特儿。嗱，当然又有另外一个好处，因为 cosplay 咧又系奉旨可性感。因为佢就话俾你听，嗰件衫唔关自己事。系啊，系啊，系、啊。因为我解，我一个借口。嗱，即系其实个情况就系、是。我鍾意嗰个角色啫、啊、我唔系想嘅。不过呢个角色系呢个角色性感我咪要做嗰件衫囉。即系当日嘅嗰个咩不知火舞啊。不知火舞啦。即系去一个动漫展
我可能是见到三个 budget form 的那件事。是因为他最容易拿到一些摄啊，最容易拿到一些人的目光。咁我當然嗰個又另一個，頭先你講啲模，即係希望做模特兒嘅朋友啦。係啦，係啦，嗰啲可能會大個少少。